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GG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呢，是一套3400多尺的一套房子，但是这个房子是完全都在湖景的。这个建商非常喜欢盖这种像 City Harbor 这种全都是湖景的这种感觉的房子，所以它每一套房子后面都是有景观的，但是它价位并不是很高，只有在34-35万的区间当中。我们现在看的这套样板间的价位区间是$345,000起，但是如果建的像样板间一样的话，可能会差不多在37万左右的样子。那这个社区呢，位置上来讲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周边现在还是有点荒的，没有什么太多的设施，但是它离亚洲城很近，离10号公路也很近。这个位置整体来讲是在北 Katy 的位置，所以这个位置的学区并不是非常好。我们所说的好学区基本上说的都是南 Katy 而不是北 Katy， 所以北 Katy 的价位其实普遍来说低一些，可是以后对这个地方的发展的趋势的预计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这学区不是很好，是很多我们华人想考虑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如果您买这个房子用来养老的话呢，可能觉得哦景观很好也很方便，可是如果您觉得学区不好的话，那可能你就不会考虑这种社区了。再加上这个社区的地税不低，这个地方的社区地税是3.65%的地税，如果是老年人的话，可以差不多能打6折，6%-40% 的样子。但是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居民的话，那就是申请一个 homestay 就是一个自住房的一定的减免，差不多就是打8折的样子。所以如果学区不是很好，地税有点高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小的缺点哈。但是我们先看一下这种社区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，我是 JJ， 我们现在看房子喽。整体的感觉就是一开门，右手边这个空地是不存在的，你想象成这是一堵墙，因为这边是一个办公室，是车库。然后左手边呢是一个 laundry room， 放洗衣机烘干机的。然后在旁边就是一个客人用的客房，这客房是有洗手间的，这样子的感觉。后面是洗澡的，所以这都是套间。然后呢，在这边有一个书房，书房的布置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像您看到的这些柜子，如果你买的现房当中都是没有的，这是家装。然后这边就是主餐厅，楼梯在这儿。这个房子呢不是一个高挑厅，它是一个挑高差不多在11-12个feet的一个挑高，所以并不是高挑厅。但是当然它有高挑厅的户型，只是这个样板间不是。然后它舒服厨房的感觉，院子的景观是非常好的。学区不是非常好，因为这是北 Katy 不是南 Katy， 南 Katy 的学区很好，北 Katy 的学区就差一点所以这边都是 B 类的学校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主卧啦，因为它总体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主卧也比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社区的有一个样板间的是大一点。外面的景观，所以一回头就看到这样漂亮的景观，景观性是没得说。然后就来到了他的洗手间，这个厕所呢相对大一点，然后您看到没有，是没有那种 tub， 没有浴缸的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淋浴间，可是您是可以把它做成有浴缸又有淋浴间的。马桶间，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一楼两个卧室，一共4个卧室，4个半洗手间，所以每个卧室都是套间，这一点是很实用的。现在我们去2楼看看。
一上来呢，就是一个放映厅，放映厅很大哎，好大的放映厅。然后楼上的面积也非常好看，这边是一个 game room。如果你买一个这样的房子，那像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橱柜都是不带的哈，除非你要加装这些橱柜才带。它外面有一个阳台，所以整个社区的感觉一览无遗。很美呀。这是活动的这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呢，往里边走就是休息的一部分。卧室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洗手间，洗手间带窗户，很凉堂。第四个卧室，第四个卧室也带洗手间，所有的啪啪打脸啊！第四个卧室洗手间不在这儿，在外面，在这儿。家装的话，还可以在这里面通一个门，直接通到这个第四个卧室里面去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四个洗手间。还有一个洗手间在楼下没有看到，进来去看看。客人用的洗手间，嘿，书房旁边，我猜是，哈，不是，这儿，也不是。客人用的洗手间，建商告诉我是。四个半洗手间，半个洗手间在哪儿啊？是给我锁起来了吧？刚才有人在上厕所，太抱歉了，太不好意思了，我们还是去院子看看。刚才我猜对了，书房旁边就是洗手间，但有人在上厕所。好，现在就是出来了。院子的感觉很漂亮，只是学区不是非常好，地税呢又比较高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就一般吧这个社区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区在地图上位于的位置，还有它周边的一些设施，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感觉的。其实现在来看呢，整个社区周边还是有一点点荒的，我们看一下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社区在休斯顿的位置。我们要看的这个社区呢，在休斯顿的北 Katy 的这个位置。为什么叫北 Katy 呢？因为以十号公路为一个界限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条公路就叫十号公路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的这个社区呢，就在十号公路的北边，所以这叫北 Katy 社区，正好在十号公路和99号高速公路的一个交叉口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个社区。我们来卫星云图上看一下这个社区的整体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，有湖有景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社区到各个地方的位置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到这个亚洲城的位置，也就是有中国超市有中国餐馆的亚洲城，这个非常近，差不多也就是10分钟的样子，所以这个位置上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，10分钟到亚洲城。可是这个房子周围的开发不是非常的完善，所以您都看到它周围的小区还都在建设中。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到 Costco 的这种地方是什么样的距离啊？我们看一下它到 Katy 的 Costco 就12分钟的样子就到我们经常买东西的这些商场了。那如果 Katy Mill 的话也很近，因为 Costco 和 Katy Mill 是挨在一起的，
所以到 Kitty Mill 的距离也基本上也就是十几分钟。然后我这个地方设置了个静停，我可以把它关掉，就差不多是14分钟的样子就能到 Kitty Mill 这种大的商场。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房子它周边的一些情况，你看在谷歌的图上来看得到，整个房子的情况就是周边好多新建的房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各种医院的距离，比如说现在我点到的这些医院啊，在旁边呢就是德州的妇女儿童医院，它是西边的一个院区，到这个的距离呢也非常近，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。所以，这个设置的有点错误哈，我们现在把它设置成小区的位置。我们设置成整个小区的位置。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到这个医院的位置也基本上就是15分钟左右，就是一个待开发的一个区域，但是它整体的区位的位置是挺不错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去休斯顿的中国城到底是有多远。我们看一下 Chinatown 到这个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社区，那它差不多就是在30多分钟的样子就到中国城。你可以选择走10号公路。或者是走这个 West Park 另外一条高速公路都可以到中国城。如果说看看这个地方到市中心，如果是到市中心的购物中心 Uptown 的话，它的位置也基本上就是30几分钟的样子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但是我视频中也提到了，周围的房价并不是非常高啊，社区周围还有很多地方是待开发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